东环三一环。大家早，好，线上的兄弟姐妹还有朋友们，你们早。那我们今天一起来诵读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和第九节，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让我们一起，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神啊，你是奇妙测试，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永在的君，你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向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你那一样，我们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呀，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阿门。是的，我们的主，他是何等的伟大！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作为。你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们的名字，为他们起名。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有谁能够像你呢？哦，主啊，我的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让我们一起来歌唱，一起来赞美。大家请起立。预备起，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工填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想到神情愿拆他儿子将士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十架，主在十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的罪。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回向谦恭地崇拜敬奉，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领歌唱。歌唱，赞美救主我神。
愿你崇高，高过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愿我们人因你的慈爱、信实、你的公平、你的公义，向人所行的奇事都来到你面前，赞美这位全地以上的至高者。天属你，地也属你，神啊，我要赞美你。世界属你，是你建立，神啊，我要赞美你。南北属你，是你所地，神啊，我要赞美你。公义属你，慈爱属你，神啊，圣所来赞美你，在你显能力的穹苍来赞美你，在我们人生的顺境的时候来赞美你，也在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的时候来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够用的，你关了一扇门也必会开一条出路给我们，因为你是永远掌权的王，你是永远掌权的主宰，让我们一起来唱。神关心山门，他必开一条新路，不疑惑，不软弱，我心主不失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上次的在于你，受屈的你必代替，神旨意不能拦阻，我心仍要赞美，凡事心靠主，不失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
是的，当我们在沙漠中赞美，当我们在旷野中宣告的时候，我们的主，你就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使你的名字在教会中，在耶稣基督里，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当得的荣耀。愿你在教会中的荣耀从今直到永远，愿你在教会中的荣耀从今直到永远，荣耀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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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服在你的面前，来回应你的呼召。我们愿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来荣耀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上的主宰，愿你喜悦我们在你面前对你的颂赞以及敬拜，阿们。
大家请坐。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很荣幸来介绍我们的讲员叶牧师。叶牧师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去教会参加了一些活动，他觉得所有这些基督徒都是傻子，都是愚人，但是几年后神让他从话语中看到了这个救恩，所以他就1999年就决志一生奉献给主。大概4年后到了美国，在2004年的时候去德州西南神学院，西南浸信会神学院念神学。后来他到了加州来，神带领他到加州来，开始在中华归主教会，给我的中华归主教会侍奉。是在2009年的时候，神给他有一个意向，就是他希望带领全教会一起来经历神，在得胜的时候能够谦卑，在受苦的时候能有盼望，让整个教会彰显出神的爱。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大儿子叫做以赛亚，意思就是说圣子的双手，小儿子叫做耶利米，意思就是说圣子的约定。我们相信神会使用他全家继续侍奉神，荣耀主。谢谢叶牧师到我们中间。OK， 好，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贵教会来宣讲神的话语。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你就红了眼吗？好，这句话其实是从圣经的一个经节出来的，那是出自于一个我最喜欢也最常常默想的耶稣的比喻。这个比喻呢关乎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关乎神的仁慈跟慷慨，但是事情还没有完，这比喻同时也关乎人对神的仁慈跟慷慨其实是有抱怨的，不仅有抱怨，而且还喜欢自以为意的用公平公义的名义来包装自己的嫉妒。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因为在这个比喻当中你会看到神性是怎么样的，你也会看到人性是怎么样的。从这个比喻不是针对别人，而是针对自己，让我自己常常反省我自己生命中的盲点，不像耶稣的地方，然后帮助我来认识神。在读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先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这段经文，跟去感受一下经文所要给我们的教训。这个故事是虚构的，是这样讲。有一对兄弟呢，他们从小感情就不好，弟弟跟哥哥常常吵架，互相怨恨嫉妒。有一天呢，这个弟弟得到一个神灯精灵，这个精灵就出现跟他说，不管你许什么愿望，我都会满足你。是不是很好？很好，对不对？那这个弟弟就开始摩拳擦掌，想太好了，那我要许什么愿望呢？好，就在想的过程中，但是这个精灵就跟他说，我可以满足你任何愿望，但是只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你许的任何愿望，你的哥哥都会得到双倍。好，那这个弟弟就开始想了，我本来想许说给我10亿美金啊，那我这样退休就不用愁了，对不对？可是转念一想，如果我得到10亿美金，那我哥哥得到多少？20亿，那不行啊，太便宜他了。
我想求我可以长命百岁健康，可是呢，那我的哥哥不就200岁了吗？那就更健康了。所以他越想越苦恼，越想越生气，觉得哥哥凭什么？最后你知道他许了什么愿吗？你能够猜得出来吗？这个弟弟不想便宜这个哥哥，他最后想来想去，他想出一个绝佳的方法。他跟这个神灯精灵说，那不然你把我打得半死吧。你懂什么意思吗？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笑，对不对？但是其实呢，我们也没有比这个弟弟高明多少。你仔细去想这个故事，其实这个对弟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机会会祝福到另外一个人，他就甘愿自己受苦，也不要让别人好过。他的心态就是说，我好很好，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比我更好，我就受不了。这个就是人性，光是好还不够，你还要落入比较当中，你还要比别人好，你才会真正快乐。你这样想，如果没有嫉妒的心，其实这个弟弟就可以从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中得到祝福了，对不对？但很可惜，他错失了这个机会。我们带着这个故事给我们的一点点反思，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好，没有圣经的话，周报上秘书也帮我们打好了，在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所以是要告诉我们属灵的道理。虽然情节是虚构的，可是里面的人性、神性、属灵的真理却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比喻到底要说什么。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请我来我来念，请大家来听或你们来看。20章1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1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事出时候出去。事出就是早上9点，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第5节，约在午正12点和申初下午3点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下午5点，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第8节，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11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16节，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每次看耶稣的比喻，你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重点是什么？通常一个比喻只会有一个重点，像龟兔赛跑是一个比喻，重点是什么？骄者必败，对吧？所有虚构的剧情只是为了带出一个真实的道理。这个比喻也一样，
这剧情里面可能有夸张或者让我们不理解的地方，但正是这个夸张让我们不理解的地方，恰恰好显示出了这个比喻它的重点到底是什么。第二，我们要问什么叫做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的必要在前。因为如果你仔细看这个比喻的前后，就是它的结尾跟它的上一节十九章的最后一节，都是用这一句话去把它像三明治一样包裹起来的。所以不管如何，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的必要在前，是跟这个比喻有关系的，跟这个比喻的重点有关系的。那么你就要问自己啦，在前的就是在前，怎么会在后呢？在后的又因为什么跑到前面去了呢？如果我现在问你们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当中有很多人也读过这个比喻，可能很多次，甚至主日学可能都教过。但是如果我今天突然丢这个问题给你，是什么使得在前的跑到后面了，你会怎么回答呢？你如果回答不出来，就表示你对这个比喻还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清楚的了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我们试着把重点找出来，然后最后我会给出三点应用。因为找出重点任务还没有结束，我们必须要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才能够把这段经文实践出来。那我们来看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看似不公平，对吧？有五批人，最早的一批可能是清晨，可能是早上六点，然后 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下午五点，总共有五批人一直工作到下午六点。所以最长的人，第一批人他工作了十二个小时，最后一批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但是他们得到的工资是一样的，对吗？那么去理解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把自己想象成是第一批人，因为在这个比喻里面说话的主要是第一批人，对不对？所以呢，你就要把自己想象成是第一批人。如果你是第一批人，你会不会也抱怨？会不会说同样的话？觉得你会的举手一下，我看一下，好不好？要诚实，好吧？好，大概蛮多的人，对不对？你想，如果你是一个学生，老师给你一个考试，结果老师说，哎，这次考试我出太难了，大部分人不及格，有些人勉强及格，只有少数一两个人考得特别好，但是呢，这次我不好意思，我出太难了，大家都拿 A 好了。如果你是学生，如果你是考得特别好的那一个，你会不会觉得不公平？会哦。如果你在公司工作，今天啊，最后年终的时候，这个公司说这一年大家都辛苦了，我们来发 bonus， 大家都拿到很丰厚的 bonus， 可是你工作了一年，跟你最后十二月才来上班的那个同事，你拿到的 bonus 红利跟他是一样的，你会不会觉得不公平？也一定会的，对不对？所以不用说什么，我们都很能够认同第一批人的心情。那么高潮来了，第一批人觉得他有理由抱怨，但是原主并没有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搞错了，对不起我不公平了。当第一批人抱怨的时候，原主在这个比喻里边就是代表神，对吗？他还振振有词地去回应他们的抱怨。原主怎么说的很重要，因为代表神的观点，也代表神的观点跟人的观点其实有很大的差距。原主说的两件事，第一，我不亏负你，对不对？对吧？已经讲定了一钱银子，一钱在当时是一天合理的工资，他并没有压榨劳工，也签了合约，所以工资是合理的，可供一家人吃饱，这个没有问题，说的没错。第二，他说这是我的东西，是不是他的钱？是，这是我的仁慈，
我要怎么用？不可以那样用吗？说的对不对？也对。好，所以问题不是在于有人少得，而是在于有人多得。因为最后一批人应该只拿1/12钱的，对吧？因为一天的工资他最后只工作了1小时。问题其实是在于原主对最后一批人太好，而且呢，雇工人也没有到最后一刻才去雇的，对不对？你想，如果你家要装修，是不是一早就跟人家讲好价钱，一早就来？你不可能说一天的工钱，最后你家要装修，你最后才到 Home Depot 去找一些墨西哥的工人或什么，最后一个小时在他们做，让他付一天的工钱，是不可能的。所以问题是出在原主对最后一批人太好。这样子的逻辑其实是无懈可击的，其实是没有错的。那我们可不可以接受这样的解释？可能头脑上可以，对不对？但是心好像接受不了。有没有人觉得你可以接受这样子原主这样子的解释的？我没有亏负你，这是我的东西，我的仁慈。有没有人觉得你可以接受的？好，有几个。好，那测验你的心是不是真的能够接受，有一个小测验就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接受了。就是假设第二天这个原主又来找工人了，你又是第一批被找进去的，请问你要不要去？你就想说，这个原主又来了，我又要工作12小时，又有人可以最后几个小时再赚到1000钱。如果你真的可以接受，那你第二天你还是会进去。可是如果你第二天有一点犹豫，或者有一点不满，心里不舒服，那就表示这个逻辑其实可能还没有完全进到你的心里。你在第二天再进去的时候，你工作会不会比较不认真？会不会带着别种的心思去工作呢？这个比喻哈，如果照我们目前这样分析看来是无解的，对不对？因为人有人的立场，家主有家主的立场。但解决点在哪里呢？解决点就在一点，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站在第一批人的角度去质疑家主的做法，对吗？觉得这种做法是很夸张的，不可以在人类社会中实践的。但是反过来，没有人去质疑第一批人的心态跟想法。家主最后说什么？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第一批人觉得我太有理由去质疑你的不公平，家主觉得我太有理由去质疑你的嫉妒，而且这个嫉妒是以公平的名义去包装的。怎么说呢？你想想看，如果你是第一批人，如果家主从头到尾只顾了这一批，只有一批人，没有后面的3、4、5，你是第一批人，你一早就进葡萄园工作，你高不高兴？你还是会挺高兴的，对不对？因为你今天工作，我们是拿日薪的，拿日薪的是劳苦的劳工阶级，对吗？你可以看到街上有好多人闲晃，就表示说工人多，雇主少，对不对？那我们去 Home Depot 可以看到很多那些需要找工作的人，他们就站在那边等，希望有人买材料的时候雇他们去做工，对不对？所以有点像这样，如果一早就有人雇你，那你是不是好高兴？是的哦，因为我们今天一家人就可以吃得饱了，对吗？所以如果没有后面那几批人，第一批人会好高兴的。可是第一批人的条件并没有变啊，对吗？他并没有因此少拿到钱。那是什么东西让这个本来高兴的第一批人后来变得不高兴呢？是什么？是比较，对吗？是他们自以为是的计算方法，他们觉得不公平。所以家主说，你红了眼吗？其实是很不客气的，
是实实在在的把人心最真实最核心的那个盲点跟想法，把人的嫉妒说出来的。你觉得第一批人这样抱怨太理所当然了，我刚刚问大家，大家是不是都会举手，对吧？觉得如果我是第一批人，我也会这样抱怨，诚实的说我也会。但基督徒的长进就在哪里呢？基督徒的长进就在借着这个比喻，我们去想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像耶稣，我们怎么样可以突破人性天然的嫉妒、比较跟盲点。我们发挥一下想象力，我们想想看，如果是耶稣，这个比喻可能有什么样不同的结局，或者是说，如果是一个真实成熟走十字架道路有八福的生命，蛮有温柔怜悯为别人高兴的基督徒，他如果是第一批人，他可能有什么样的反应？第一，他可能为后来的人高兴，而不是想到自己去抱怨，对吗？他可能的焦点是放在最后一批人，他可能觉得太棒了，我本来以为你只能拿到十二分之一银子的，今天你跟你的家人可能都要饿肚子了，但没想到结果这么好，我来为你高兴。为什么不可能是这样呢？为什么我们都觉得抱怨不公平是理所当然的第一反应呢？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看到别人多得恩典的时候，我们为他们高兴呢？刚刚林长老介绍，我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哈，虽然名字起得很响亮，一个以赛亚，一个耶利米，从小他们也是很爱吵来吵去。我们家弟弟跟哥哥差四岁，所以呢，当哥哥就是国小六七岁的时候，弟弟才两三岁，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家的小弟弟好可爱。其实我们家哥哥小时候也很可爱，但是弟弟呢，小时候很可爱，我们就会有的时候就会说，弟弟你好可爱哦，就捏一下他脸。那哥哥在旁边看到了，哥哥的反应什么？哥哥反应说，他很直截了当的讲，我不可爱吗？这个就是人性，对吗？这么小的孩子，他不会去修饰，他不会说，好棒哦，弟弟好可爱，我也觉得弟弟很可爱。他会去想，借着爸爸妈妈称赞别人，他不会为那个被称赞的人高兴，他就很自然的掉到一种，那我呢？别人多得了，是不是就等于我被亏待了呢？就像我们教会比较特别，中英文堂其实都有一定的人数，所以我们中英文堂我们教会没有主任牧师，我们就是双牧师制，就是中文堂英文堂都是代理牧师，然后两堂一起合作，因为文化很不一样，但是我们又是一个教会。那有的时候我们中文堂的会友也会跑去英文堂，因为他们儿女嘛，青少年在那边，他们偶尔也会去听一下讲道，他们就会回来，有的时候他们就会不经意的跟我说，哎，叶牧师，我们英文堂的 Josh 牧师讲道讲得很好哦。那我第一个反应怎么？我第一个反应就像我大儿子，我心里就暗暗讲，我讲道不好吗？你怎么从来没有称赞过我呢？这个就是很实际的。可是事实上，我应该为我们教会有这么好的英文牧师感到高兴，对吗？因为他可以牧养我们的青少年，牧养我们英文的 young adult, young family, 都被他牧养得很好。我应该以他为荣，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一个教会，我应该为他高兴，我应该跟着我的会友一起来称赞他才对啊，对吗？我还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很年轻就结婚，24岁就结婚，在这个念完大学在台湾要当兵，当完兵的隔一天我就跟我太太结婚了。那其实我妈妈是不太谅解，因为她从小栽培我，对我也有很高的期望。
那他觉得第一，我结婚结得太早了，好，然后那时候我们要来美国，然后我在最后大学最后一年信了主，然后有点想要念神学院，那时候还没有决定。那我妈妈都知道，她就觉得我交的这个基督徒女朋友哦，变成我的太太，她也觉得我的转变太大。地方好，然后领那么少的薪水。所以我妈妈对当时我的结婚，她其实有很复杂的情绪，她很爱我，但是呢，在那个时刻，她实在觉得不喜欢这件事，所以我们的婚礼呢就很辛苦，也勉强得到家长的同意，但是我们两个二十出头年轻人，没什么社会经验，就我们自己要去办，场地啊、喜帖啊、邀请啊，连程序单都是我自己打的，因为那时候认识的人也不多，那爸爸妈妈完全就是也心有余而力不足，然后心态上也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呢就让我们自己去办这个婚礼。那这个婚礼当然我们要宴请，要各方面，爸爸妈妈的朋友几乎都没有来，都是我们自己的朋友，然后办的其实也蛮仓促寒酸的。好，那但是就办过去了，我心里也不觉得怎么样。后来我来到美国念神学，那在我念神学的最后一年，我弟弟结婚了。那弟弟结婚是一件大事，所以我特别从美国飞回去参加弟弟的婚礼。结果到这个婚礼的现场呢，发现是一个台北一个很好的饭店我的爸爸妈妈都请了他们中南部的朋友台北的朋友、各地方的朋友来，席开好几十桌，场面是非常盛大。那我在那边我也很为我弟弟高兴，我就当我弟弟的招待带宾客进场什么什么，那天的婚礼就非常的圆满，非常的隆重，也非常的喜乐。但没想到那天晚上我回到我台北的家，我自己就哭了，因为我突然想到我自己的婚礼是这样，我弟弟的婚礼是这样，我爸妈的态度是这样，对他是那样。当然有时空的背景，爸爸妈妈两个都爱，不过这是当时我当下很真实的感受。我太太被我吓到，因为她很少看到我有这么大的情绪。当下的感觉是悲伤的，但是后来我转念一想，为什么我不能为我的弟弟高兴啊？那只有这个念头帮助我从那种自怜比较当中去把它跳脱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剧情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发展的，不一定要抱怨的，不一定要着眼点在公平，我们也可以为那个需要多余恩典的人为他高兴，这是为对方。第二，这个剧情可以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家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认同家主的作为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为这个家主的仁慈拍拍手呢？因为我们的心不像家主的心，对吧？如果我们是家主，我们一定论功行赏，我们一定只给十二分之一，这没有什么对不对。但你反过来想，第一批人觉得家主是一个很不公平没有道理的雇主，但如果你是最后一批人，你觉得这个家主怎么样？你可能觉得哇，这个老板太好了，对吧？可是这个家主是同一个家主，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因为你处的位置不一样，你对这同一位家主，你竟然有这么南辕北辙的看法跟想法，只是因为我们不甘心别人多得，只是因为我们看不惯上帝在别人的身上，我们觉得他不配，但是却有额外的恩典。但我们为什么不反过来想，还好这个家主是这样的家主，我情愿为这样子的老板来打工，我情愿服侍一位这样的上帝，总比只讲
公平公义的上帝还要好，对吗？如果我们这样去了解，我们就能够稍微明白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因为这比喻的确在讲到什么叫做恩典，而恩典常常带来争议。你不要以为恩典人都会接受的，当你给出恩典的时候，总会有人抗议不公平。就像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这件事本来就不公平，但是当你是既得利益者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好幸运，这没事。可是如果别人是既得利益者的时候，你早就气得跳脚，你情愿自己被打得半死，也不要他多得恩典，对吗？所以人常常是两套标准的，上帝恩待我可以，恩待别人不公平。我们不会明目张胆的这样说，但是我们实际的抱怨、想法、嫉妒跟比较，其实就已经说明我们就是这样的人。而天国的比喻就是要我们转换，不要再像一个平常那样子的人，而是要成为天国的子民，有耶稣的看法、耶稣的角度，以至于你能够有耶稣的生命。所以最后，既然我们稍微理解这个比喻，那我们最后讲三点应用，我们可以带回家什么呢？我讲三点。第一，我们不需要比较恩典，只需要发现恩典。我们不需要比较恩典，只需要发现恩典。因着正确或不正确的心态和焦点，那个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在后的为什么要在，可以在前，就是后来的那一批人，如果他感恩，如果他认识这个家主的本性是好的，是愿意给予恩慈的，他在后就跑到前面去了。他在服侍主的过程中，他认识了主。我们当中有很多同工，你们也服侍教会，但每个人服侍教会的心态并不是一样的，对吧？有的人是觉得没办法推辞这个邀请，有的人觉得这是一个义务跟责任，有的人觉得没办法了，我不做谁做呢？我们并没有带着一个蒙恩、感恩、回应恩典的心态来做长老、来做执事、来做小组长。那么你在前的，你就要在后了。但是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个恩典，我服侍的是谁，他的本性是什么，在他葡萄园里做工的确辛苦啊，有的时候你信主早，有的时候教会没有人，你的确要担起这个责任啊。但是难道我们就有权利去抱怨、去比较吗？在后在前的，因着抱怨、因着比较、因着嫉妒、因着眼光没有被调整，就跑到在后了。服侍神不是交易，不是人的算术，你不能用人的想法算术去算的。我再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我们从德州搬来湾区，那大家知道这个生活消费水准差很多，即使在十几年前也是这样。那我们家那时候小孩子还小，那师母是全职的妈妈，那我一份薪水，那各方面经济条件非常有限，家里也不能给我们任何的帮助，所以当然我们就是租房子，而且我们只能租在那种比较不好学区的房子。那后来小孩慢慢长大，当我的大儿子开始要念这个幼稚园，进到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担心，因为我们的学区房子不只是中等，是中等以下，就是那个学校分数是非常差的。那我们觉得我们不求要十分九分，我们都不敢想，但是连六分七分都没有，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怎么办，那只能祷告。后来我们额外听到一个讯息，就是有一种房子叫做 below market rate， 就是说在市价以下，是政府特别弄出来的，给这种中低收入户可以去申请。
房源很少，所以常常要去抽签，中签的几率也很小，但是你可以用低于市价的这个价格去买到这样的房子，然后你卖的时候也是用低于市价的去卖，那当然房子就不能增值，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无所谓，我们只要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专心服侍神就好了，所以我们就去找这样子 below market rate。 后来真的在 Union City 被我们找到一个机会，那我们就很兴奋，我们就赶快去申请，也祷告，就是说希望神为我们开路，要不然我们真的也没办法，不知道这个孩子的教育要怎么办。那就是这样子去申请了。那同时呢，那时候我在带我们教会中文的年轻人执青团契，那我们执青也很多是刚出来毕业，他们在湾区要生活一样是跟我有一样的挑战，那我就跟他们分享，他们当中也有人需要去买房子找房子的，所以我就去分享说，哎，这个有这个资讯，那你也去申请看看。那这个几率本来就很低，所以我也没有抱很大的期望，那我只是祷告万一上帝怜悯我，我可以得到这个房子。就后来结果出来了，那当然我没有得到任何房子，那也没有关系。但是呢，有一天团契聚会的时候，我们聚会完就是有祷告分享，我就发现有一个弟兄，他说我要分享一个感恩事项。什么事项？就是上次牧师分享的那个 below market rate 的房子我得到了。大家知道我心里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想说，上帝，我有没有，你有没有搞错？我是神的仆人呢，我这么年轻就已经专心要侍奉你，我抛下这一切，你没有为我负责。这个弟兄虽然他也需要，但是他还有更多的管道，我是真的没有管道了，你怎么给他不给我呢？这是我真实的第一个想法。可是很快弟兄分享完感恩事项，我们要一起为他祷告，传契代理人说，牧师你为他感恩祝福吧。我那心态一下子很难调整，但是我说，神好，没关系，我定义要来祝福我的弟兄，我求神大大的祝福他。当我下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很奇妙，那天神给我一个可以说我有生以来最好的感恩祷告，我自己觉得很释放，很真心，很长，那也充满了从神来的祝福跟安慰，因为神也爱他，对吗？他也的确是有真的需要啊，只是我没得到而已。那我觉得在这个宫里面我学到一课，虽然我第一反应我还是嫉妒，我还是比较，可是我第二反应我可以学向耶稣，我来为他高兴。那故事没完，后来上帝为我预备更好的，我的确是没能力，但是我们教会后来有弟兄，他自己是做建筑开发商的，他自己买了一块地在 Cashel Valley，然后自己买自己建，他以更低的市价后来卖给我们，就因为我们是牧者，所以我们现在也住在自己的房子。我们在 Cashel Valley 的学区虽然不像你们这边那么好，那么顶尖，但至少从小学到大学也是到高中也是不用担心的，而且这个价钱是我们家可以负担的。当然这中间隔了好几年，但是我相信这个心态是必要的。在生活中有的时候你的恩典来得早，有的时候上帝给你的恩典来得晚，但你不要担心，上帝并不偏待人，对吗？有的时候你是第一批人，有的时候你是最后一批人。第二点我要讲很快了，时间快到了。第二点，我们怎么看待那个多承受神恩典的人，显示出我们是否像神。我们怎么看待那些额外承受神恩典的人，显示出我们是否像神。基督徒
要赞成上帝给予恩典的方式。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圣经有很多故事跟比喻是在讲连信神的人都不赞成神给恩典的方式。比如说什么浪子回头的比喻，谁不赞成？大儿子，对吗？所有人都在高兴，爸爸高兴，仆人高兴，但是大儿子却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他不赞成父亲给予恩典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像大儿子，主啊，这个人没有信你，我是教会的执事，为什么你医治他的癌症没有医治我的病痛呢？为什么你给那个牧道有这么好的工作，我到现在还是失业呢？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有的时候你真实仔细的去看，去观察，去比较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有这种酸楚，就会有这种感受。比如说圣经的约拿，约拿赞不赞成神对待尼尼微人的方式？约拿也生气，约拿也不高兴。比如说十字架，你去跟慕道友传十字架的福音，他们高不高兴？不高兴的。我情愿为自己负责，凭什么耶稣为我死，然后我去信一个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的神，然后说我是罪人，赦免我的罪。很多恩典的方式，不管是浪子回头，不管是约拿的事情，不管是十字架的福音，外表看起来都是不公平的。而这个不公平并不是真的不公平，而是上帝里面有多余的恩慈恩典。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所以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路加福音第六章，基督教也讲慈悲，但是跟佛教的不一样。这个慈悲不是人的修养，而是反映上帝的本性。如果我们不像上帝，我们做基督徒干什么？难道信仰只是一堆诫命吗？难道信仰只是代表礼拜天坐在这个椅子上吗？难道信仰不该代表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在你的社区，在你的日常生活范围当中，你应该像耶稣吗？虽然我们做的不完全，那没有问题啊。那你有没有意愿呢？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的盲点呢？你有没有这样祷告呢？神啊，让我活出来像你，否则你怎么多走一里路呢？你怎么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呢？你怎么跟你的配偶长久走下去呢？你怎么跟你青少年的子女沟通呢？你只讲理，你不像耶稣，谁都讨厌你，你对谁都是失了味的盐，因为你跟世人并没有两样啊。我们学习为别人高兴，这反映出我们是否像神。我讲圣经的一句话，罗马书的，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这是圣经的命令。大家觉得这个命令里面，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哪一个比较简单？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比较简单。很多弟兄看到姐妹在哭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对吧？我得了癌症，我失业了，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别人在哭我就手足无措，我觉得这好难哦。但其实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比较简单，因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嘛，对吧？但是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在教会里很少看到。为什么？
因为教会里像耶稣的人也不多，对吧？什么叫做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舍己来跟从我？舍己就是不想到自己，放下自己，那你就不能，你就不会落入比较，落入嫉妒当中。舍己是很细微的，不是叫你殉道，你去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才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天天都要舍己。真心能够为别人高兴的人，其实他里面别人会感受到的，对吗？他会感受到那份真心诚意，而且可能借着这个你可以带他信主，你为他的祝福祷告，更蒙上帝的悦纳。所以第二点，我们怎么看额外承受恩典的人，反映出我们到底像不像神，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测验。懂得反省的人就懂得在这一点上常常反省自己。当然今天我们只是讲一点，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两刃的利剑，都可以刺向自己的灵魂去做很好的反省。最后一点，我们两分钟要结束。最后一点，我们要有个信念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神不会亏待我们。我们仍然有一钱，对吧？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虽然没有，就算没有多余的恩典，也有什么够用的恩典，对吧？我们胃口不能那么大嘛，对吧？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去面对挑战，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多余的恩典，因为知道我们软弱。那怎么样？上帝出于他的智慧，有的时候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有的时候给我们软弱那个多余的恩典。我们不会永远那么苦哈哈，永远只是第一批人嘛，对吧？有的时候是第一批，有的时候是最后一批。第一批的时候我们就尽责，我们为今天够用的恩典感恩。最后一批的时候我们就赞美，为多余的恩典，神的恩慈，他的恩典大过我的软弱，超过我的所求所想，我来赞美他。不管怎么样，在他的葡萄园里服侍都是感恩的，都是不把他当作坏老板的。那么这样我们基督徒的服侍才能走得长长久久，而且走得合神心意。这个比喻并不是在讲救恩，大家救恩都一样，这个比喻是在讲服侍，是在讲做工，在葡萄园里做工。但做工有的人做得咬牙切齿，有的人做得心怀感恩。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愿这个比喻故意设计成这样，就是让我们可以一整套的拿回家。你闭上眼睛，你就可以想到这个比喻所有的东西。这就是耶稣教导的魅力，他就是要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比喻的重点放在心里。如果你肯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有可以运用这个比喻的地方。如果你愿意把神的话存在心里，神的话绝对不会突然返回，他一定那个种子在你生命中30倍、60倍、100倍，因着你的选择，你的生命可以慢慢不一样。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慢慢像耶稣，这是最好传福音的方法，就是我们在世上做光做盐的见证，叫人看见，把荣耀归给神。我的正道就到这里，谢谢大家。那我们请起立，我们要一起来唱三一颂。天使天君。
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主啊，你的子民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愿那位不是残忍的主，不偏待人，也绝对不亏待我们的父神，还有那位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让我们显示出恩典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耶稣基督，还有那位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不红了眼，不落入比较，不落入试探，而是学习耶稣为别人高兴，赞同神恩典作为的圣灵，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阿们。请坐。好，我们一起低头做奉献的祷告。神啊，你是奇妙测试，你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天上地下的万有都属于你，权柄和能力也都属于你。在这里，我们的神啊，我们奉上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谢，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时间、精力、能力和金钱都放在你的面前，蒙你悦纳。阿们。好，首先谢谢叶牧师的正道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的得着就是说，我们真是要珍惜每一天，因为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今天在崇拜以后呢，我们有成人主日学，但是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有一个变化我们的真理的寻索这一班呢要暂停一次请同学们上其他两班，是以弗所书和基督徒的社会责任，11:15。第二是我们上一周就是在有一个 barbecue，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很喜乐我想各个小组如果有机会情况许可，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经常聚一聚，因为我想见面就是说的交流还是不一样的。第三宣教祷告会今天下午1点有就是用这个 Zoom ID， 就是同样的 Zoom ID， 就是有宣教祷告会，欢迎大家参加。新的课程我们这个小组的这个学习开始了一本新的教程，叫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欢迎大家呢，如果没有加入小组的就加入一个小组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受训装备这里有一个课程叫职场侍奉的神学与实践，信仰与工作的结合，从这个周六8月21日就开始了，大家可以到教会的网站上去查询具体的情况。祷告会周三的祷告会和周日的祷告会，我们仍然是盼望大家一起来参加。宣教士的代祷，我们继续为 Wayne 和 Gail 牧师夫妇，为他们的事工，为他们的身体，我们来祷告。第八一点我们的这个新学期已经开始了，我听说就是说各个学校都有案例，就是说我真是盼望这个神一方面能将孩子的这个心收回，一方面呢也在身体上照顾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为肢体代祷我们请大家继续为我们教会中有需要的兄弟姐妹们代祷，特别为康华弟兄，为饶孝伯还有他的儿子，还有胡志刚，还有 Evelyn
就是为他们祷告。这次我们花一点时间切切的为他们祷告。本周的守望祷告，本周呢我们请为以下的家庭守望祷告，他们是陈小荣、王怡、郑丽丽、张淑英、江邦玉和江天等家庭祷告，他们是妇女。好，我不知道长老说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李广传牧师，大家记得啊，就是来我们这里讲到，就是说他有一个小册子，就是祷告的操练与传递，就是我们这里有额外的，就是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领取。好，这里是我们教会祷告奉献和赞助的方式，可以在这里如果你来现场的话，我们前面有这个有一箱小箱子，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通过邮寄支票，也可以通过网络甚至可以通过 Amazon 购买我做一个见证，我时不时会收到一个 Amazon 的 email 说你我们 Amazon 又为教会捐了多少钱，就是一方面呢我在 Amazon 买了很多东西，另外一方面的确是你可以通过 Amazon 来赞助我们的教会具体的情况你可以去查一查，也是非常简单。好，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们默祷散会。